车主林冠伟小朋友。观众，观众组林志伟小朋友，林志伟小朋友。这一次，儿童读经体检大会考的度数最高分的状元已经都在台上了哈。我们现在，恭请曾简老师，恭请曾简老师，来为状元们颁发奖状。我们恭请曾简老师，大家掌声。其实不一定在台上的啊，在台下的也是很优秀啊。那因为你们举一个啊，对不对？大家这都是最棒的。好，现在我们就恭请简老师来帮助小朋友来颁奖。简老师在颁奖之前啊，会带各位小朋友读一段礼运大同篇，待会简老师在跟我们一起念《云上天》的时候，请各位小朋友一起跟着念，请各位小朋友一起跟着念。好，那我们分享是要带我们新科状元以及我们台下的小状元们一起来朗读这一段，一起来带读这一段礼运大同篇，来赞扬我们至圣先师孔子圣人中的智慧哈。好，我们有请有请简老师，请各位小朋友大家一起念啊。好，礼运大同篇，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公，显贤宜能。想信修睦，想信修睦，故人不独信其心，故人不独信其心，不独子其子，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惠及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或物其器地，不必常以己，利物其不足以心生也。不必为己，素故磨璧而不兴，盗窃乱解而不斗，故外物而不避，诸位大同，
侍卫大鹏，掌声感谢铁团师。现在各位恭请铁团师为各位小朋友来颁奖，来，蒲公友，全部立正，全部立正，请铁团师上中间，全部小朋友立正。小朋友跟你敬礼，全部都没有，李正，敬礼，铁团师好，好，现在就请我们铁团师来为小朋友颁奖，好，第一位，感谢。